姐啊，有没有空啊？接艳荣去你那儿过周末呗。哎，岳父，您这是何意啊？滚！再瞎叫就给你们医院写匿名举报信。举报我搞你儿子？举报你违章建设，基本上镶钻。你，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有空没有啊？他们学校这周末喷防疫药水，学生不能留宿。我媳妇儿接了部新戏去外地了，我跟那小子不对付，接他回来过两天还嫌不够别扭呢。别扭什么？他那么懂事儿，还能帮你做饭洗衣服呢。你有空没有啊？没空我就去酒店住两天，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得了。有空几点去接他？晋江文学城，徐徐图之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猫耳方糖工作室制作，网播剧《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》第四集。王锦州，王锦州，艳荣，回家吧。为什么是你来接我？摆脱去外地拍戏了。我知道。你梁喜爸爸没经验，怕照顾不好你，就让我来了。嗯。晚上想吃什么？嗯。我想吃火锅。你喜欢吃辣？嗯，喜欢。那可不行，今天如果吃火锅，明天你要哭的。什么？周末作业多吗？还好。嗯，我会监督你写完作业的。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去超市。去超市？买点水果和牛奶。明后两天的早餐应该够了。哦，够了。尝尝这个草莓，甜吗？嗯，哼，甜的。嗯，是甜。要在这里吗？你吃草莓。你也是甜的。我们艳荣真可爱。你爸？哪个？接到你儿子了。你带他吃饭了没啊？现在在哪儿呢？带他吃过饭了，现在在家。在家？在家干啥？你说能干什么？我操你这个老王八蛋。好了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周末不休息，就晚上回来，不会忘了检查他作业的。嗯，行，有空去聚。是梁喜哥哥。嗯，是他。问你吃饭了没，怕你不好好写作业。大概是摆图哥哥问他了吧。过来。上次的刀口还能看出来。会留疤吗？你怕留疤？才不怕，我是男子汉。这种小窗口一般都不会留疤，别担心。我没有担心。你是怕你喜欢的人会不喜欢？我。你以前对我说过，你有喜欢的人了。嗯。
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反正不是你这样的。那是什么样子的？他很帅。别的呢？他的眼睛就只看着他的恋人，忠诚、热烈、一心一意。艳荣竟然喜欢的并不是梁喜，是他爱着摆图时的样子。你呢？我？你喜欢的人呢？我没有喜欢的人。那个金先生呢？我已经不喜欢他。那就是以前喜欢过的吧。我不是你，你的以前可能是昨天、上礼拜、上个月，最迟也不过是去年、前年。我的以前太以前了。你生气了？对不起，我不问了。没有生气。你有？你真笑的时候眼睛这里会有一道褶，假笑的时候就没有。那是鱼尾纹，我是你大爷。鱼尾纹才不是那样。过来，我们的艳荣太可爱了。所以你的以前已经过去了吗？当然。艳荣，想睡懒觉？我太累了。我做了鸡蛋吐司，睡醒了就把它和牛奶一起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再吃。吃完写作业，不能贪玩。会用微波炉吗？你的衣服都脏了，不能穿。昨天也忘了洗，刚才才扔进洗衣机里。你起来记得拿出来晾。那我穿什么呀？我帮你找套衣服，稍微大一点，这样就穿一天。今天医院的事情比较多，可能回来的比较晚。你晚上点外卖或者出去吃，别饿着了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行，那我上班去了。王锦州怎么能这么好？可他也会对那个金先生生气，会因为他而心情不好。这种男人可不能喜欢啊。艳荣的头发是该剪一剪了，刚好也能见一个。王锦州，艳荣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才周四吗？今天是2月2龙抬头，带你去剪头发。下午上课前就能回来，不会耽误课。龙抬头是什么？也是个传统节日。今天剪头发会大吉大利。你有鱼尾纹吗？有的。你在高兴什么？过节还不高兴？那什么时候高兴啊？中国的节日可真多，连剪头发都有专门的节日。还多着呢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剪头发吗？先去吃饭。
燕，你今天出去剪头发了？嗯，怎么样？剪短了更精神。二月二龙抬头，所以要剪头发的。二月二，你还过这个节日？这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吗？虽然是，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过这个节日了。所以说，今天也并不是专门剪头发的日子。当然不是了。这样，是你养父带你去的吗？他这几周每周五都准时来接你，太幸福了。王锦州，今天是特意找了个理由来见我吗？为什么呢？王锦州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唉，如果能和王锦州在一起更久一些就好了。到我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时候再分开，我应该也没有那么难过吧。我好像开始喜欢王锦州了，可王锦州呢？他会喜欢我吗？你好像很喜欢中国菜。嗯，上次吃的干炒牛河，还有这次的佛跳墙，名字都很有趣。那下周再试试别的。昨天是你的休息日吗？不是的。那昨天专门带我去剪头发到底是为什么？昨天我……你是特意找了一个理由来见我吗？是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回学校了，和室友约好的。我送你。不用，我坐地铁。女婿啊，你是不是外头有别人了？啥？叶蓉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想回家，不想去你那边了。那你记得接他回家。王主任，怎么还没走？今天周五不用去接孩子了。小孩家里没事了，他爸接他，就不用我了。那也挺好，省得麻烦。现在小孩都太难伺候了，尤其啊不是自己的，打不能打，骂不能骂的，有什么心思还都不说，就等着让你猜，谁能猜得着啊？对，是猜不着啊。梁喜哥哥。啊，叶蓉，我回来了。那个桌上有橙汁啊，我刚榨的，你喝点吧。谢谢梁喜哥哥。前几周在王锦那边怎么样啊？王锦哥哥对我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。今天看你给我打电话，我还以为看错了呢。那个啥，我有个电话要打。哦，好的。燕蓉啊，我和你摆脱哥哥，想送你出国留学。哎，等忙完这段时间啊，就帮你选学校啊。燕蓉啊，你不要多想，我们只是考虑到你是在国外长大的，去那边可能更适应一些。
当初梁喜和百图哥哥要送我出国，是不是因为知道了我曾经喜欢过梁喜哥哥？难怪梁喜哥哥看到我是这么尴尬，难怪百图哥哥这么温柔的一个人，却总不和我提梁喜哥哥。是不是所有人都不喜欢我？就连王锦州也是。燕蓉啊，我晚上有个饭局得出去，不方便带你，你自己在家行不行啊？行，我有点困，已经睡下了。别睡太死啊，一会儿有阿姨过来帮你做晚饭，听着点门铃啊。燕蓉，二哥，你回来了。瘪犊子，又吐了一地。你走了我才换的新地毯，才用了一个月，又他妈被你给糟蹋了。买新的，买它。我可去你的！二哥，你今儿不上班啊？休息。啊，现在几点了？下午2点。我那边的家门钥匙给弄丢了，就白天给忘了，晚上喝多了才想起来，就叫一起玩的哥们儿把我送到这儿了。小谢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住吗？啊，回老家了。他有个表哥结婚，让他去当伴郎呢。啊。二哥，哪有吃的呀？我饿了。冰箱里有，自己热去。你休息在家就玩这个呀？咱妈叫你学麻将，你也不学。出对酒，管住。你那小嫩草呢？这天这么好，约着他出去浪呗，在家闷着有啥意思？对酒。哎呦，你这会儿出对酒干啥呀？你又没对儿了。看，输了吧？你别仗着欢乐豆多，你净瞎出牌。吃你的吧。操，八成是跟小嫩草又黄了，难怪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居然窝在家里一个人斗地主。呦，真他妈凄凉。哎，二哥，咱们出去吃饭吧，这不顶饱啊。这个等着。喂，叶蓉去你那儿没啊？没有来我这儿。你没给打电话问问看？打了没人接，要不你打给他，有可能他不想接我电话。你怎么打了？我敢怎么他呀？我媳妇会生气的。我先给他打电话吧。把你手机给我。怎么了？离家出走了？不会，他很懂事的。那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吧，这么大人了还是个男孩，你怕啥呀？你知道个屁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燕蓉的家长，燕蓉和同学出去玩了，一直打不通电话。好，1989888，记下。哦，好，谢谢您了，打电话过去。
喂，你好，我是叶蓉的家长。谁？你说你是谁？叶蓉是和你在一起吗？叶蓉和我们在一起啊。她一直没有接电话。我听不清楚，在哪儿？我们在三里屯这边的酒吧。得去找。连名都不知道咋找啊？挨个找。二哥，我给认识的朋友都打过电话了，都没见过燕柔啊。得快点找到她。你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事儿啊。你去那家，我去这家。行吧。他怎么说的？哎，反正蓝眼珠子长得倍儿水亮。嘿呦，白上还上了个进口货，行啊你！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，买彩票都没落个空。我在厕所门口都听见他叫了，叫的那骚劲儿。哎，你别再染上什么病，别看是个小孩，外国人可开荤早，有病的多了去了。那倒不至于，我看他是喝多了，把我认成了谁。可以啊，兄弟，那些就是不一样，浑身雪白，跟白雪公主似的。哎，没什么经历，哎，他让我带他，哎，我就骗他说我带了，其实压根儿没带。哎呀，我去，别提多带劲儿。还有操，谁啊？人呢？什么人？就你说的，这怎么回事？白雪公主，还挺帅的，这是。大家都看着呢啊！哎，是他先动的手。我问你，人呢？哎，他妈的！手摘方可后，追着影子在临睡前对空气说晚安，做东事小孩小心从不不安，无聊到对镜子发呆，抱膝取暖，等不及装满衣柜里西装领带，最喜欢热闹，最害怕被抛开，都是人在下课闲谈，有爱人陪伴，平安夜吹熄烛台，谁捏着火柴，心动得太突然，等到那天头发花白，与他作伴。上周你问我的问题，现在还想知道答案吗？你已经有答案了吗？谁在急诊室熬夜班，又错过晚餐落雨天，独自撑把伞，早习惯每节日礼物交换，不轻易抛白，爱都拒之门外，气沉衣领温柔款款，随情人去来，等不及去拽，少年人柔软一摆，迷人的牵绊，别扭的小麻烦，偷偷许愿在下个十年陪爱人看海，脚边有繁花盛开，他不见而来，心动的不意外，不必担心那出回忆被岁月侵染，还好的你不散，去爱
走过鲜花红毯，想抱抱过去那个孤独小孩，偷偷许愿在每个明天你都醒来，听他亲口说喜欢，如何消散还心动得太澎湃，后院该有金簇花团悄悄盛开。